即马刷了，咱来实在收偌好的相思。其实吼，偌好的相思是我一本册册名。啊，因为我出这本册了吼，啊，有一年彰化文化局因咧世界母语日的时候吼，啊，就将我偌好的相思这本册部分的诗，啊，请我的一个查某孙啊，叫梁依恋画图啦。啊，画图就伫彰化的图书馆县立图书馆。中遐展出，啊，展出以后吼要开幕嘛，啊，开幕我就啊讲唱条歌，我就将这个偌好相思，这甲写做一条歌，啊，才请因两个来唱吼，啊，所以这首歌咧，基本上就是对罗荷花仙啊，这个彰化妈祖，有人讲是台湾新妈祖，这个先贤哦，有一挂敬佩啦。谁人呢？罗荷先生哦，伊伫1932年。伊就写过一首歌，叫做《相思歌》，伊是安尼写：讲前日讲回着君，怎样只温存，害阮心头裂袂定，规日乱纷纷。饭啊，咱食，茶咱吞，困啊，袂安稳。怎样真个想袂出，敢是为思君，用批来批去贪玩玩，梦是无准算。既然两人相依爱，哪惊人议论？几回定伫公园，时间拢无准，黄昏等甲七星出。将无看见君，风凉露冷艰苦饮，艰辛来去困。哦，伊就写一个查某囡仔等着查某囡仔等无，就无爱等吼。啊，所以我这个诗内底，我有条啊讲到这首诗啦，就是我这个诗内底有借用这个诗。啊，最主要是伫1930年的时阵，咱台湾乡土文啊论战的时阵，伊主张讲用我的手写我的口，笔尖与舌尖合一啦。所以我今麦来个念一解。1930年。乡土论战的时阵，先贤有讲：指头甲笔尾爱合一，用家己的手写家己的嘴。何阿仙伫1930年伊写相思歌，为着等爱人心头乱纷纷，心情闷闷闷，闺蜜痴心未未走去边，风真凉，露水荡滴滴，相思最后。孤孤单单，等无爱人来做伴，想死啊想死，恨无身躯生出一个，飞入爱人的房间里。到了嘞，走唱队开出一条历史民歌的河，每年的5月28日唱出诗意热难闻的心情。伫地气阿袂八卦山顶，复习一道光拍着的窗。但我爱歌，多杀的命运，遮拢甲我下牺牲的心情。伫一个无星光的暗暝，兄弟手牵手，踮黑暗中前行。不管是透大风落大雨，雷公四闹变变变，大家共同划着光明前途伫咱的头前前进前进。这就是阮对何阿仙的相思。咱即摆吼。赶紧请这两位先生小姐来为咱唱《偌好的相思》。孤孤单单。
就是阮无身躯世就是孤就是阮对好生的相思。